刚刚准备了一套日本水果梨，这是一个顾客订的，要求把这个该800多左右了，所以有准备了一盒细颗装的最大的一个和个三次子，然后心甘泉的多多的一个很好吃的水梨，另外这一个也是很好料，它是韩国葡萄来的，可是你这样子配上去哦，真的是很像全日本的 feel， 太漂亮了，都是来送中秋佳节好礼啊。今天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不一样的水果，我们有红苹果，有 kiwi， 很漂亮的哈密果，一粒都不到30块。除此之外，我学 avocado 啊，它的那个甘仔，这个韩国的新高梨非常非常推荐。在门市我们还准备了各式各样的水果给大家，老板那边还有一些 promotion。我个葡萄啊，5块钱的、啊。卖也卖完，送也送完。如果接下来买5样送1样的，所以我们是送哈罗马尼。哇，直接送芒果，哇，一粒都10块了哎，我老大气。这个5样送1样的福利，看好了呀！大家看到的这一堆水果，包括这里全部都可以任产任选。买3、5样呢，我们就送1个芒果给大家。哇，送哈罗马尼噻。